起起落落唱袂散。两个人难相偎，两只手慢慢牵出一条红线。咱心跳同天波，眼神相对看，愈跳愈远。茫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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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步一步一步踏入，踏入你我的心肝。你你你你温柔的陪伴，害我不知要安怎。最深的探戈，爱你的心声。茫茫茫茫鱼一半，一步一步一步踏入，踏入你我的心肝。你你你你温柔的陪伴，害我不知要安怎。最深的探戈，爱你的心声。妈，医生讲你的状况愈来愈好啊，你一定要加油呢。即马厝内底加一个金孙，你的孙振华，即马你发喙齿啊，你爱赶紧清醒，安尼唔知会再会少少。即马干那查你一个，咱就真正一家团圆啊。子琪，我相信你跟妈讲的话哦，妈拢有听到啦。只是讲，伊起码还阁无倒移民。嗯，我相信妈一定赶紧好起来，因为伊对咱也是袂放心嘛。对啦，啊你来偌久啊？打来啦。也毋过我来路诶，我伫咧走廊看到你甲黄英玲咧讲话。子琪，你即马是安怎？佮甲黄英玲行近啊是无？我哪有啦？你也毋是毋知影黄英玲即个小人，我若是甲伊有交叉，迄颠倒是甲家己添麻烦诶。干嘛呢？子琪，爸即马有回啊？妈还阁倒伫遮，无法度清醒。咱这家哦，不管安怎，以后也是靠咱两个啦。虽然我无啥物本事，过去嘛捌做过真侪唔对的代志，但阁毕竟我还阁知影，做人也是要有分寸。小弟，你即马讲这個是啥物意思啊？我真正甲黄英丽无安怎，你莫有别人想好无？我的意思是。希望你莫参像鉴定安尼，为着要达成目的不择手段，连做人的原则拢放袂记啊！这我真清楚啊。清楚就好啊。黄英丽查囡仔哦，自私自利又搁心肝戆惰，这点我相信你比任何人搁较清楚。为着咱这个家会当平安过日子，你家也唔好搁有来往啊。你放心啊，我会有分寸的。做集团的总裁，又果是你的阿姨呢？啊，发生这大的代志，我当然来关心一下。阿姨，
你免伫我面头前假情假意啊！若毋是因为你，我是安那会互关伫这个所在？啊，搁有，看守所内面，也搁有人特别来甲我交代。我想，这应该拢是你安排啦。魏伯，我好意来甲你关心，你若当工会无听，你乌白不饶我。你敢知影？即摆因为你个人的行为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亚洲集团的名声，你知无？你敢真正会要紧亚洲集团的名声？我看应该毋是呢。你要紧的，只有你个人的权利，啊，佮有你家己的利益。啊，若无，你嘛袂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。你若佮继续安尼落去，亚洲集团早晚会伫你的手头。叶伟博，你敢袂想毋知影轻重啊？竟然佮想要教我哪做？无安尼啦。我先说教你一步，我看你即马归去认罪协商，无定可以当高保暂时自由，这可能是你最后机会哦。我都无罪，你是要叫我协商什么啊？阿姨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逐天拢安尼想空想胖好不好？我甘愿无爱高保，我嘛绝对无可能认罪。你是这激动要创啥？我只不过是建议一个啊。啊！你若唔认罪，你要豆豆拍官司，搁关三五年才讲嘛。阿姨，你的真面目总算说出来吼！你安尼用尽心机，就是想要把我丢掉嘛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绝对不可能顺你的意。绝对抬头，这位。叶伟波，你会当搞破啊？嘉信，你现在会当搞破啊？妈，我去海关民调资料，微博报关那顶头写营养品数量，甲仓库内面是同款的，只加出两箱违禁品，这我合理，是我安排。审法官，这是我提出的控告，答应微博搞破。微博公布了后，阮会去货运行查看，买啊，迄两箱违禁品到底是安怎来的？代志真紧就水落石出啊！郭佳佳即摆是咧提醒我，叫我紧去货运行消费证据。有咱公布安尼是上好的，无代志，咱就先来走。你内底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啊，你免烦恼。无代志就好。瑞凤，多谢你替我争取交保，货运行迄边我去调查就用啦。我一定要亲身查出来，到底是谁挑故意陷害我。微博卡数真正查到谁，我的身份就稳嘛袂掉啊。微博，你一个人去，伤过危险啊！我陪你做伙去。无要紧啊，我家己会较注意。我看你也是先送妈转去好啊。我不要紧啦，瑞凤也送我转去。微博，小兵讲了对，你一个人去足危险的，你着予伊陪你斗阵去啊，吼。安尼好啦，瑞凤，我妈着麻烦你啊。袂啦，啊，我先送你转去。岳伯，我找你去办手续。好，小兵，等我一下。李总裁，唔知影处理好阿未？那是好岳伯拄着就唔好啊。熊变到这尼啊寒，你会寒？啊，若无我来贩卖机啊，看卖有咧卖热饮无？你先去货柜边啊好啊，底下杂货嘛较袂热。好，那安尼。
趁这个机会，打电话给总裁问看卖啊。你要紧无？你有倒位无爽快无？我应该是无要紧啦，用心。不用急啦，我看我也是叫几个医生来做详细检查，安尼我才放心啦，哈。是我甲你说多谢，拄只何苏小姐有讲啊，你个脚受伤，阁爱我来陪伊，而且阁一直伫我身躯边照顾我。若毋是拄只晕倒，我阁毋知影，原来你伤到遮尔严重。我无要紧啊，小斌，你是我这个世界上上介重要的人。只要你若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啊。叶伟博，你确实是一个好人，想袂到转来报复的我，会当拄到亲像你这款的查甫人。明姐今嘛已经开始怀疑。这囡仔不是我即马也是转去，一定甲伊冤家。迄个家，敢若会害我无欢喜？我到底是转去要创啥？明姐，你伫怨叹啥？你该怨叹人是我。我找到一位假公主，我嘛认得。想袂到，你们若想阮是假，对我感情嘛是假。我真正不知影，我跟你结婚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你今日会晓讲话，哪咧你咧？敢讲你拢无做唔着代志？恁妈妈三不五时伫咧找我麻烦，你唔但唔替我讲话，搁对我发脾气。好啊，既然你也讨厌我，遐尼委屈。安尼，咱就去离婚好啊！我讲真好听，你想要离婚，还是恁话？你想要回去罗永康的身躯边啊？安尼才会当，一家三口团圆啊，对不？你先学袂讲啥？啥物一家三口？我敢有讲唔对啊？伫办公室，你去查讲，今日囡仔 DNA 复型，迄就表示讲，
你妈的，这囡仔怎样可能是罗永凯的？彼个时阵，我就已经死心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无法度替别人提醒啊。阿婆，多谢你，你这天无闲，搁专工半工陪我做伙来看子云。你莫安尼讲啦，爸母疼囝是天性，而且子云自细汉都无伫你的身躯边。你该关心伊哦，嘛是应该啊。我亏欠子云的，真正是太多太多啊！我即马敢若希望伫我有生之年，能够用我上大力量好好去弥补的。只要伊能平安快乐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。你这么疼惜子云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一定会当接受你。元德啊！啊！你去拜访人哦，像笑康康安尼嘛不好啦，我看安尼啦，你先去看子云敢有伫个，我去买一个伴手礼，才去找你。我也是你哦，想啊较周到啦。好啦，啊无我先过，啊你有啥物代志哦，打电话，家己较注意哦。嗯，我知。好。明姐，明姐，明姐。我已经甲你解释过啊，谁人有啥物可以相信我？这个囡仔真正是你的。你别过，自我想想，你的巴肚一定拢是无声无息。啊，不过你甲罗永凯做伙后，你马上就醒啊！你阁好意思甲我讲，这囡仔是我的？我早知影，你是这尔不识货的查某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甲你做伙啊！明姐，明姐，你莫安尼讲我好无？你相信我好无？你甲放手，莫让你莫过来无咧开拉手，甲卡，放手。明姐，甲放手听无是嘛？你相信我啊，明姐。张明姐，你是莫咧欺负个老先生啊？你家己问你个查某囝，看伊做啥物好代志？不管伊做甚物代志，伊唔那是查某囡仔，伊阁是你的太太呢。你对伊安尼起价动手，你安尼敢对？余子云，你也捌过真少话。唔那是恁妈妈把我当作死，安尼发火去。你个毛都讲出来了，别搞啊！我张明杰真正看起来这么好欺负是吧？仁德。仁凤阿姨，你拢听到啊？也毋过，是安怎？你听到我的心事，一点仔拢无意外。感觉你早就已经知影啊？是你家己讲的对无？是，你听我讲。我无想要听，你毋是讲要保护我？你煞死个，把我的心事讲予别人知，你规日去电台，放散予全台湾的人听。上好是连阮阿公拢知影，上好是阮阿公把我甲阮妈妈赶出去养家，安尼你欢喜啊吼？姐，姐，张明姐，你搁戆戆徛伫遮创啊？叫阿志明叫我回来啦！我为什么给？阿姨这么想的人是你，不是我呢。我再讲，你这么这么想的，什么人去找你都无效啊！为何阿玲静静的？你们在讲什么笑话啊？仁德，伊讲了嘛无对。无，你敢不知啊？我拄才来的时候，看到张明杰对志云安尼大细声，是要对伊起脚动手。我今麦真后悔，我当初是要答应美凤，我至于嫁给张明杰？父母做事会烦恼囡仔，我会当体谅你的心情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志明是你的查某囝，不曾像我之前为着阿丽的代志，不甲乱糟糟。本来我阁安慰家己，这是甜蜜的附和。想知影，最后才知影，伊根本不是我的查某囝。结果。
也是康华喜一场啊。安生，啊，你想起无欢喜的代志啊？仁德，你陪我出国去行行好不？把所有无欢喜的代志拢放袂记。我嘛希望安尼安稳得死，至于即摆这个状况，我哪有可能放会落来？我知影你的烦恼之余，啊，不过你无可能一世人拢陪在伊的身躯里。咱做爸母的，也无法度永远都对囡仔放心啊，干那放手啦，让囡仔去过家己的生活，安尼囡仔才会当赶紧独立，敢不是？咱只是出国去行行，嘛不是永远无回来啊。搁再讲，志云搁有伊妈妈照顾，你放心啦，伊袂有代志。好啦，我来听你的。暂时把所有烦恼拢等在你边啊，咱出国好好行行。子清，这是养生村新的进度表。啊，搁有这是我甲一挂设计师讨论过了后修改好的设计图，你小看者。嗯。雅欣，这设计图比顶届设计搁较舒适，嘛搁较省空间嘞。你真正足用心的哦。既然要做，就要做到上好啊！而且你嘛给我足侪意见的，这应该算讲是咱做伙拍拼的结果。对啦。我听伊讲，卖布已经交保啊，无咱再甲伊约时间，甲咱的想法甲讲啦。嗯。子琪阿信，你好。你好，阿姐。看恁两个人哦，做工课这尼啊认真，我都放心甲天成建设交予子琪管理啊。林芳阿姨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甲仁德哦，打算要出国一段时间啦，所以这段时间就请你暂时代理当处长，天成建设都包还你啊。仁芳阿姨，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，也不过我知影我家己无能力，会当代理当处长的职务啦。子琪，其实我发现你真正改变真多。你变甲愈来愈成熟稳重，做代志哦嘛真认真，无像像较早遮尔啊冲动啦。阿姨拢看伫眼内，我相信你绝对有能力做好好。而且亚星嘛伫你身躯边甲你斗相共，你应该搁较有自信才对啊。既然仁芳阿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那安尼我一定认真拍拼，袂让你失望的。安尼才对啦。廖子清，啊，最近养生村的 case 进行了安怎？哦，初步的规划拢差不多啊。真好啦。那安尼哦，你会当联络媒体啊，准备开记者会啊。子清，这是你表现的机会。你一定好好把握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我等这么久，总算让我等到一天啊！后一步就是把天神诀摕到手。新车，哈哈哈！哎，嗨嗨，你来，你走。哦。
罗总裁那边，你跟我联络好，等下哦，直接去沙头那边会啊。哪样、啊？一定是抗议的民众做的。可恶！竟然敢安尼甲我创！阿哥，这边抗议时阵，咱这边拢有录影存证，你要经过录影的画面，找出有抗议的人，我绝对要让伊好看。无问题。等，轿车开过，咱来予新的市长一点仔颜色瞧。好。市长，有要紧吗？想办法咯，把这人给我找出来，知影无？是。小婷啊，当你迄报道吼报到尔济篇，啊，迄个孙建廷哦，又按同款咧征收伊的土地，啊，这个土地哦是啥物时阵才有法度害到遐居民啊？安尼报告有效？我也熟悉报道出来，虽然讲舆论只是一个有限的力量啦，也毋过总嘛是算是一种力量。出声哦。安尼无够，应该出拳头报才有够，啊无迄个孙建廷哦，真正毋知影通听。嘿，无想要甲人拍哦，犯法代志毋通做啦。我敢有讲我要拍人？啊，就算讲要拍人，敢轮会到我出手？在古早时代，金兆云大人若是无乖，民众一定招招的去甲钦差大人砸桥伸冤啦。安尼毋知我都请尚方宝剑出来伸斩二号斩，所以咱即马。就徛遐民众，大家招招的，做伙来去找皇帝。咱来去总统府面头前陈情抗议，然后吼，甲林叔叔交出去请愿，安尼就会受到搁较侪人的注意啊。孙建廷哦，孙市长就准备哦，叫马甲换唔干。安尼敢有效？万一咱俩叫换出去，啊是要安怎换啦？咱若真正吼安尼凶凶公公总来去陈情抗议吼，真正有可能向赶，然后吼向抓起来关啦。伊也毋过我是罗店长嘞，我哪有可能知法犯法？当然嘛爱守法啊，步步都爱照规矩来。这几回游行吼，我已经心情好啊。活动迄天吼，咱一定会一切顺利。嘿，罗桂芬啊，你安尼就对啦，把你官官相护的能力用伫这好的所在。什么叫做官官相护？我这是运用人脉，啊，即马可能爱麻烦李丢伯吼，敲电话动员一下，啊，请咱这居民吼，甲连上书写好好，啊，有完整的来去抗议，无完整的来去吃面，啊，甲抗议吼当作是做运动，咱来常常抗议哦，这身体才会用。好，无问题，我即马来敲电话。无到时阵吼，这抗议的时间跟地点，而且你甲我交代较详细，提交，而且会写一篇特别报道。这专门科一定交你啦，还是讲无，你长辈也无用，咱先来走啦。好。长辈，我先来走。哦，无啥哦，歹势。喂，阿公啊，嘿，啊恁今仔知影头土地不是去用征收的，啊咱即马到阵哦，来去总统府的抗议，好安无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！恁厝边几间毋是真侪人要来，啊要闹四十个来哦，无问题吧？无紧买，我有留一台游览车哦，要予恁坐。安尼我敲电话刘太太，伊要予因囝迄块土地哦，嘛是用征收去啊，伊可能会闹真侪人来。余六伯啊，啊你先别敲电话哦，要招大家出去佚佗，啊敢有需要我赞助？这就是你赞助的啊！大家讲要总统府抗议，喊你的名哦。大家都记不起啊！你敢出一个名就够啊！哎，李六伯啊，你嘛莫这么客气啦！啊，其实哦，抗议有啥物路用？我查过啦，啊，你的农地哦也无去用征收啊。哼，这样代志哦，跟你一点仔关系都无啊。啊，若是会当予英雄集团做土地开发，这李长哦，
以后有真侪好处通啊摕呢。阿哥，李六妹，这是英雄集团哦，要给你吃红的啦。啊，淡薄意思哦，你先甲收落，后面还阁有真侪机会通摕哦，啊。你是要用我这傲婆咖啡收你，当作我是什么款人？去予征收的拢是阮的乡亲，连阮也做会忘，落也欠。你若将阮也做知影，半暝起来讲尻川，钱你摕去啦！你若收予阮祖先，阮祖先就无爱啦。李娘伯啊，啊恁家的宝地哦会当迁啊，啊这钱哦有够你买一个山头安尼，你莫这么死脑筋好无？你若这爱钱哦，你家己去买一个山头，有山有水就是好风水。若是你的山头叫打去，阮这乡亲一人一个嘴牙飞落，你就变成吐一个龙虾出来啊！铁头，出去！我无欢迎你。哎，李六妹啊，你先听我讲嘛。出去，你靠路桥嘛，李六妹。李六妹啊，李六妹啊，这民众哦，真正是唔知好歹。我拄则听到因讲要动员，哼，要动员就动员啦。我咧惊你哦，大家都来先拼先，拼死到这一天。妈，俊彦，妈哦，之前讲哦要煮菜来给你吃，代志真无闲说袂记的啦。今日哦特别煮几落项要给你吃呢，这拢你上爱吃，来，卡吃卡吃，好，好贵呀。谢谢你啦，谢谢哈。哦，今吃太少吃哈。好食，我搁对这味哦做印象呢，是妈妈的味道。妈妈就知哦，你还搁会记我煮的口味啊？妈妈相信讲你真紧就会收起来。哎呦，无瘾啊，慢慢仔食啦，妈妈倒滚水给你啉哈。超市啊，这水果有打折，买一送一，我就买来给你吃。哎，这啦，啊你身体未复原，就专工走去买水果给我吃，多谢你。唔免客气啦。哇，有这么多香菜哦，是你去买啊？就来。黄英妮，我若这么小，拄好去拄到叶君仪妈妈。若是妈妈把我的过去全部拢讲讲出来，安尼我伫叶君仪面头前的形象，唔着拢去了了啊！阿姆，你好。妈，阿丽哦，是我最近新交的朋友啦，啊，真多会住伫咧对面。你免介绍啦，啊，那伊哦，我捌伊啦。应该讲吼，全台湾的人拢捌伊啦，黄英妮。啊，无你这滚滚水，恁是要创啥？到底是有啥物企图？啊，我只是买水果来给伊吃，我无啥物企图啊。是啦，妈。啊，我失去弟弟，阿丽拄好伫咧人生低潮期。啊，这段时间哦，阮拢是安尼互相斗相共行过来。啊，伊平常时啊真照顾我，所以伊毋是歹人啊。俊英啊，啊！你失去弟弟，你是有可能唔知影啦。伊这个人心肝是有偌歹呢？你若去外口吼，凊彩甲一个路人问看卖啊，就知影讲伊做偌济歹代志啦。啊，这款朋友你要搁交哦。妈，
任何人哦，拢做唔对代志的时阵啊，阿丽已经付出代价啊，也已经悔改啊。是不是要给伊机会吼？不是妈妈讲的准守，要问给伊害过遐个人啦。开从你即马开始，就改唔读过来往，知无？妈，阿丽救过我呢，若不是伊，我可能即马无法度徛伫遐甲你讲话啊。啊，又为着要救我，连囡仔拢无去啊，我哪会当安尼蒙陪伊啊？好，阿君，你莫讲啊。过去我确实做真侪唔对的代志，我也无面去见遐个人，我更加无资格要求伊原谅我，所以我才会选择一个人离开。我会当理解阿母对我的态度，所以你莫阁为着我的代志甲你妈妈冤家啊。黄依妮，免讲甲遐尼好听啦。虽然吼，我唔知你接近阮俊英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，也毋过我绝对袂让阮俊英去互你利用去啦。妈，你是安怎要甲阿丽讲到这么歹听啦？我确实是袂记阿丽过去做过啥物代志，啊，毋过我即摆甲阿丽斗阵。我知影伊是一个真热心，啊，为着要救我，连家己的性命都唔顾的人呢。就算伊较早做过真侪歹代志，我嘛甘愿相信哦，伊即摆已经改过自新啊。咁安尼，卡虽然知影讲黄依妮哦，伊是做偌济伤害野心的代志，看你会阁这么相信伊无？唔对。当初是亚新甲子琪好心收留我，我阁认亚新做我的姐姐，啊，不过我所破坏伊的家庭。当初我会安尼做，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无人疼惜我，我就希望我会当得到家庭的温暖。今麦我真正就后悔的，我想我囡仔会无去，应该就是我的报应。阿丽，不是，不是安尼啦，你的囡仔无去，是为了要救我，是我的不对啊。这跟你无关系，是我欺骗仁凤阿姨，伤害雅欣，祸害子琪的家庭。我所受的痛苦，跟因所受到的伤害比起来，根本就无算啥。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，我干那希望，伊会当给我机会弥补。就算我用我的一世人去行，我不甘愿。黄依妮，你用这招哦，对我是无路用啦。你想要弥补，安尼真简单啊。为即马开始，伫阮的面头前消失，永远莫来搅插阮的生活。好啊，阿妈，阿丽拢已经承认，伊过去做唔对代志，你敢知影这需要偌大勇气？你是安怎到即马连一次机会拢无予伊啊？我唔管你即马心内安怎想，回得咯，爱我即马放阿丽唔管啦，无可能。准爷，妈，我唔知影你敢有相信伊啊？啊，不过天公伯啊，予我失去记忆，即马阁予我拄着阿丽，我相信这就是命中注定的，要予阿丽一次重新的机会。假使你若真正把我当作你的后生，就请你接受我的朋友好。好啦，既然你坚持要跟伊来往，
来，妈妈尊重你。但不过妈妈嘛要提醒你，目睭大爱白黄金，大爱分清楚什么人是好人，什么人是歹人，唔当去有歹人利用，知无？妈，我知啦，多谢你。多谢你和我甲俊英做朋友，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真心悔改的。我甲俊英还阁有话要讲，请你暂时离开好。妈，阿丽是我的朋友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就直接讲啊，无需要叫阿丽回避。我若是要甲阿丽赶走，安尼颠倒会甲俊英起冲突。我看暂时忍耐好了。好了，无安尼我就直接讲啦。俊英，你虽然即马还袂恢复记忆，但过妈妈希望讲，你即马甲我倒来叶家，倒来去亚洲一趟。啊？妈，我即马啥物拢记袂起来啊！就算回去厝的嘛，无法度斗三工啊！啊，而且二房的人若知影我回去，嘛毋知影是毋是阁会对我不利。哎呦，啊，你若既然回来厝的，这么多人陪你在身躯边，天都较安全啊！我相信哦，伊毋敢阁对你乱来啦。啊，阁有话无啦？伊伫烦恼哦，小兵的代志。最近。搁去予美容陷害，差一点嘛都要去予关。妈妈是希望讲，你会当倒来厝，甲伊斗三工。叶君若倒去叶家，安尼我就搁较有机会有本钱，会当对抗孙建廷啦。对啊，君，阿母讲了无毋对，你一个人伫外口无一定较安全。即马阿母，啊，搁有你厝内底人拢需要你。你应该回去尽一份孝心，这是阮厝内面的代志，请你别插嘴好。俊英啊，无需要再考虑啊啦，答应妈，甲我斗阵回来，吼。我听李长讲吼，伊手中遐连续输已经有200多分啊，咱即届活动吼一定足顺利。李长妹，李长啊，你来哦！啊，你这边接我工，啊，你落去我办公室泡茶，啊，我自天舒舒送去给你就好啊嘛。安尼要哪会用的？我本来有可能放你家己人伫遐走总，当然嘛爱来给你斗三工。是啊，啊，李长，你连舒舒收偌济分啊？这200几分啊啦，啊，不过吼。办公室遐吼，还过民间人士哦，寄来嘛袂少呢。安尼小田写遐个报道吼，真正有效果呢。大家拢足关心哦，咱西仔头是毋是去用剁头呢？李长，迄个人事处给我，我替他整理一下。要唔过吼，有一寡里面哦，惊遮麻烦啦，要唔敢人事啦，要若无愈济咧。啊，无这代志就交阮来处理啦。因遐唔肯签的哦，惊麻烦的哦。阮来去甲讲讲哦，一定会签的啦。当我甲伊两个出马，阮两支嘴哦，迄四个拢会用工作歪的呢。你签林叔叔哦，小可代志啦。你敢知影？这个钟伟哲哦，较早是钟教授呢。伊凊彩安尼转两句啊，哦，大家裤袋啊，迄就啉几落千，搁几落万哦，要甲买水倒水嘞。啊，搁大家烧钱到哦，惊讲买无，差点仔弄破头嘞。那遐调的同款啊，拢要甲闹去。我是伫甲你学到的。咱若是有才调哦，咱就爱做好诶代志啊！啊，平平哦，若是要画好，无少看到。我诶意思是讲哦，若是要画一只好去甲迄个孙建廷哦，安尼搁较好啦。你一来哦，做好讲话啦，啊，有遮麻烦呢。啊，这条巷啊，我来收；啊，迄条再互你收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阿玲。反正大部分的人是反对征收。啊，这是当然的，啊无配套措施，啊无环评啊，两年要共征收遐个土地，啊佫有啦，一挂人迄祖母啊吼，拢还袂迁走呢，硬要共乌走，你叫遐倒遐坐坐，啊叫遐嘛，欢迎庆安姐。
报告市长，你交代的代志已经完成了。啊！你向阳叫阮回来，是有啥物代志要交代哟？啊！你连志明、明姐都拢叫回来，是毋是咧？优品的代志，搁出啥物状况啊？你莫遐着急嘛，人拢交出来讲啦，时间嘛差不多啦，我想因无应该会迟到啊。宋百灵，人拢已经到。你回来啊，是还足好诶！哎，大姐，你是当时找着俊英咧，那我冇听恁讲。我已经有甲爸报告过啊，会找着俊英，嘛是一种缘分啦。即下感谢咱叶家公阿妈保庇，予咱叶家子孙唔免阁继续伫外口流浪受苦。俊英啊，你失去记忆哦，我是阿公啦，也会记的话，你总袂讲甲阿公嘛拢袂记的哦。阿公，我有看过你的相片啊，啊，不过真歹势，我嘛是一点印象拢无。袂要紧，袂要紧，袂要紧，转来就好。你的代志哦，虽然拢甲阿公啊。失去记忆的代志哦，阿公会请一个较有名的医生，重新阁甲你检查一下较清楚的。我是不是真是去伤着头壳？不要紧，慢慢仔来去，咱无大家受大压力。来来来，接接接，哎。对啦，俊英当平安回来是上好的。大姐，你看即摆俊英拢回来啊？建议一定真紧就有消息嘞，你有积德有福报，子孙拢一定当平平安安嘞。我看今晚上欢喜应该是爸啦，看到孙啊平平安安回来，这是对来讲上好的代志啊。多谢你的金口啦，俊英，伊今晚什么代志拢想袂起来，我唔知伊失踪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让伊无愿意想要回来厝。是怪我甲魏博两个一直甲伊苦劝，伊才肯回来。看这個情形，俊英应该要讲出阮甲伊关起来代志。伊若讲出去，我嘛爱想办法来解释。说煞去啊，时到时担当，非得叶俊英还阁算好对付。啊，即句吼，俊英也回来啦。我是想要好想办法哩。也无规矩，就阁继续互伊接手杨新村的案件。啊，天星那边啊，有亚新呐，有谢子琪，同我斗相共呢。微博啊，啊，你为着官司的问题哦，你爱哦避嫌一段时间呐。啊，我你着利用这个时间，甲俊英斗相共，跟我进入去状况啊。阿公，你放心啦，这段时间哦，我会伫个俊英边啊协助伊。等甲伊了解状况了，我就完全放手啊。安尼，我嘛会当好好啊变啊亚洲饭店网络整合系统，啊，佮有甲业务部门管理又好啦。安尼嘛是会用的啊。啊，这个计划原本就是俊英的嘛，交予伊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哈、哦。阿公，啊，即马。是毋是予俊英好好调养身体，等好记忆哦，过来主持遮尔大计划比较好啊？
你的定时就已经安尼讲啊，你还有意见哦啊？俊英是失去记忆呢，都唔是连失去工作的能力啊，这两回代志呢。啊，要紧予伊哦进入状况，就是要予这个脑继续运作，唔则袂退化。啊，无定呢哦，工作一段时间哦，伊就会倒转啊，熟悉这个环境啊。啊，无定就安尼哦，渐渐，逐项代志拢会记个啊。你哦。干那负责吼，该报告这进度甲多就好啦，其他代志你拢免管，话紧啦。阿公，明姐，你老公叫你听话无？伊只不过是小小的经理，你副总讲好啊，你是要插什么嘴？李勇啊，啊，既然你个感觉讲无问题哦，我是安尼想啦，明仔载天星的记者会哦。无就予俊英代替我去出席去参加啦，啊？是，我去替俊英安排。蔡立白，子琪，歹势啊，我哩等遮久。没啦。请坐啦。对啊，俊英，找我什么代志？这送你啦。啊，多谢你之前这么去照顾我。啊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请收来。咱是好朋友呢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你想哪要这么客气啊？无喏，当初若不是你救我，搁收留我，我可能到今麦搁伫咧外口流浪，嘛无可能返去阿家。你讲你要回去养家？是啊，啊而且哦，阮阿公我叫我继续接手养生村的计划。子琪，啊你不是讲要下班，咱搁在无闲。俊英，你哪会伫遮？你过得好不？雅欣，多谢你关心我，我过得真好，而且我嘛等于雅家。你回去啊？敢讲你已经想起过去的代志啊？无啦，过去的代志我感觉还阁袂记的，啊，只是阮妈一直希望我回去厝里斗三工，啊，而且我嘛唔甘要看到阮小弟韦博一直受到李爸的欺负。所以我就决定哦，回去陪我的厝内底人，甲伊做伙面对现实。杨国俊，亚洲集团即摆的总裁是余美凤，已经有权力，你着唔惊伊超过伊对付你啊？只是，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我才会答应回去接杨生出的代志啊。啊，这是阿公特别交代我的。啊，经过韦伯克用航海的代志，已经引起阿公的注意啊。所以我相信哦，阮阿姨。暂时应该唔敢对我安怎啦。哦，安尼上好啦。我嘛是感觉你等于加入生村安尼真好啦，因为亚欣会使甲你斗相共嘛。即马养生村亚欣嘛负责，我相信为甲你斗相共，你真紧就会当了解状况，无的确对付你的基地嘛真有帮助嘞。是啊，俊英，我知影养生村这个 case 对来讲足重要的，所以你有任何问题，随时都会当问我，我一定尽全力甲你斗相共的。唔免啦，亚欣，我会找阿丽甲我斗相共。黄英丽，你哪会找黄英丽斗相共啊？俊英。我知影你失去记忆，所以你应该袂记得黄英是倒一款人。你敢知影伊过去？我知影，我知影阿丽过去做过啥物代志，阮妈拢甲我讲啊。不过我即摆看到阿丽已经改过自新啊，毋是像恁讲的较早迄个歹查某。所以
请你给伊一次机会，莫用过去对伊的看法来看待伊啊。无可能，伊一定是咧骗你的。君怡，你相信我，黄英，你无你想的遐尼啊单纯。用嘴讲是会当骗人啦，啊，不过黄英为着要救我，连囡仔拢无去啊，这敢嘛是假？所以哦，即摆黄英对我来讲，是我的义务，也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君怡，你得甲我讲算笑，你得骗我对无？君怡，虽然讲阿丽对你有恩啊，也毋过伊敢真正逐个你用你后半世人来报答伊，那恁野心是要安怎？我即马刚会记得我欠阿丽的恩情，我若是因为伊的过去都甲别人毋管，这才是真正对阿丽无公平，敢毋是？那恁我嘞？我过去陪在你身躯边迄段日子，敢拢是假的？就算是真的，我嘛拢袂记的啊。雅欣，是的啦，请你莫阁对我有任何的期待啊。因为咱已经无法度等伊过去啊，子琪，我要讲的拢讲煞，啊，煞落来要合作杨生村的代志哦，就请伊多多指教，啊，交我斗三工嘞，我先来走啊。君怡。高，我无想要看你遐尼痛苦，安尼我会做唔甘的。刚讲你看袂出，叶君的心内已经无你啊。我知影，其实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甲君怡。真正无法度参照过去同款啊！雅欣，这是君怡的选择，你嘛应该放手啊！你有你家己的人生，你总袂使一直外头看过去，无想要面对你的未来。敢讲你的正华甲你同款，一直活伫悲伤。就算你无为着你家己，你嘛为着振华，爱较振作的，爱认真过生活。我嘛会陪在你的母仔囝身躯边，打拼你的生活。你讲哪无唔对？为着振华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我袂当让振华跟我同款，活在过去。我要振作，要给伊一个全新的未来。这是你的杨阿爸你的振华卡。那啥哩？我来接你的啦。你专干哪接我？我是等于看子孙，是保姆甲我讲，你要看心理门诊，不要怎样，你的病因。我想讲，即摆真晏，你一人倒去，我袂放心啦，所以我就来接你啊。多谢你。啊对啦，医生安怎讲啊？你的状况够改善？我这心理疾病，我是压力造成的啊。无可能一天两天就完全好啊啦，还是要靠我家己调息我的情绪。
我一定会好起来，因为我阁想要甲子生好来像样大汉。 安全，我知影你一定客户的，啊，不过你酒泡皮哦，还是要点来半药啊，才会好。来，酒盛出来。子生哦，我是要去上手，给伊砍大汉的。好。美凤，你今天就大喜没？ 安全，你若是无拄着我，你也袂遮尔辛苦啊。即嘛无需要问你别人对你变情的批评。讲来讲去哦，我对你有责任啊，对自身无责任。我即马袂当为你做的，就这一点仔代志尔。瑞凤。 其实我今仔从子生回来，拄开始我并无毋茫讲，你会对我做啥物密报。咱亲像朋友安尼，我已经真满足啊。微博，医生讲我无脑震荡啦。嗯，你放心，我要进电梯啊，等你再讲。 慢慢转去啊，我送你转去。子生哦，应该是妈妈。好，瑞芳再见。你嘛来病院啊？嗯，是啊，我来看心理门诊，瑞芳是来接我的。瑞芳真正有够体贴的呢，啊，不过应该是因为囡仔的原因啦，所以等于有搁较侪的时间会当好好相处，感情嘛搁较好啊。 但唔知影，然后佫认为讲，恁才是阿公。小兵，请你莫来讲，曼娟是不孝的，你来讲对伊无公平。曼娟，今我车停较远啦，若无我开车，小弟伫病院门口等我。啊，慢慢来，袂要紧。 我唔知影你回来是有啥目的啊，啊，不过我无希望你利用瑞芳对子生的爱，借着点，趁建英姐无伫咧时阵，达成你的目的。无代志啊，我要来等啊，微博啊，搁咧等我，拜拜。 我讲有啥物所在得势？小姐，你感觉哪会这样拄好？第一遍拄到小兵了，隔天媒体就知影讲我咧看心理门诊的代志。 跟你想我，我就不爱去看小兵了。你若有啥物需要，传简讯给我，我明仔载顺续再过。好。大刚地这个街头脏，实在有够邪。我看先给伊拆掉，后头门小心清洁好啊。 Thank you.
小兵，曼娟，有什么代志啊？瑞峰不是在门口等你，你哪来停车场？你要从啥？小兵，你哪这么紧张？啊，无啊，你雄雄安尼话过来，我当然感觉足奇怪啊。有什么代志是？你敢那有喝香水吼？在我印象内底，你敢那还在喷香水呢？啊，我今日甲朋友食饭啊，哎，食烧烤，迄油烟味足重的啦，所以我就喷香水，想要看闻一下。你身躯这个香水味，甲我一个朋友就像。你来找我，就是问喷香水这种小可代志。当然不是，我是想要问你讲，我去看心理医生的代志，敢是你想要出去？你哪安尼问？我根本不知影你怕别的代志啊。因为我感觉，弟弟针对我，敢那对我有敌意。敢有？你太过敏感了啦。因为我甲金英较熟，我当然会予伊面子。好啦，瑞峰等你真久啊，你赶紧找伊。啊，若无伊找无你，又搁咧烦恼啊。我先来走，拜拜。身躯顶这个味，就是郭姐姐的香水味啊！敢讲，小兵真正是郭姐姐客？我真无简单走到这步，总是你掌握着天成建设的权力啊。虽然讲我即马仍然是一个代理的董事长，也毋过我相信真紧，我就会当摕到天成建设，然后甲雅欣，啊，佮有你的孙拢抢倒转来。等你清醒了，你一定替我感觉骄傲的。阿丽。啊！你来创啥？我是来甲你说道谢的。拄则叶君有敲电话给我，叫我甲伊做伙去亚洲集团上班。君有甲我讲啊，阿丽，恭喜你，你的计划就要成功啊！拢是有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才有翻身的机会。虽然咱两个做袂成阿母，啊，不过做 partner 合作煞这么顺利，对吧？明仔载天成建设的记者会，我会甲叶俊英做伙参加，我绝对会予你雅欣，对叶俊英铁铁实实的。嗯。这就是，既然咱合作这么顺利，希望以后会当继续合作。等我报仇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那你我有祝福你。早日报仇成功，达成你愿望。好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来走。我送你出去。十分钟就会到位啊！
曼娟，就平地嘛是要滚走啊。小兵的车，那伊伫咧港捷所在坐来坐去啊？伫咧港捷所在坐来坐去，这绝对有问题。反正伊知影有人在跟踪嘛。罗哥，阿你麻烦你，一定要调调。放心，我一定要调调。明明就看到咱的车，谁硬落来啊？曼娟，快些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处理一下。安排了真好，不过小曼娟得到这来。这一点仔代志无算啥，只是我即马最烦恼你的身份叫有忝哦。咱总袂当逐天安尼，替人来找你，骗得过一个，无一定骗得过第二个。搁再讲，小冰姐开的伤也袂好啊，到时阵伊开的伤也是好，咱就无理由搁请到别人咧。啊，若无，伊感觉咱限制伊的自由，迄时阵会搁较麻烦。我知影。所以你要提醒小兵，咱安尼做总是为着要替伊讨回公道。你讲的话，他会听。嗯，我应该做的拢会做。嗯，不要，我即马敢那顺利会当性命啊。行，咱来去看小兵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好头来去跟李长会合啦。今仔日吼，咱就坐游览车来去总统府一日游。我已经有联络好一寡媒体同业啊，小等伫咧现场的时阵哦，媒体就会当进行采访，也去用征收土地居民啊。嗯。联署书、请愿书拢伫我遮，这一切拢准备好啊，咱好出发。好。啊，电话来啊，应该是哦，李长伯也卡来催咧啦。啊，有可能吼、哦，迄人受过济哦，游览车无够，叫我临时调两台啊。喂，啊，哦，你是黄旅长的查某囝，安怎哟？啥？李旅长下等口？安怎安尼啦？哦，好，我知我知，无安尼啦，你叫李旅长吼，都陪伊好好静养啦，啊，迄抗疫代志，阮来去就好啊。啊，唔通袂记叫伊一定爱看电视，爱在遐看电视吼，嘛是同款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就安尼吼。无即马怎么情形啊？啊，黄旅长无代无志，卡奈跋转去。啊，知，啊，都惊惊吼，讲啥物有人要感动啦，啊，雄雄惊一条吼，装塞个迄个排水沟内底啦，卡装塞转去啊，即马搁倒去病院啊。敢若有人要感动？安尼听起来无亲像是意外，是无细意。而且即马这个时间点才会敏感。到底谁来变鬼变鬼？我看到我想不知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无证无据，袂当甲人讲摇的，就去指控孙建廷。这个孙建廷真正有够害呢！顶届弄过车车吼，啊弄一下安尼无代志，即马安那看相袂顺眼，就甲迄车摕来当作是武器，是血滴子门，唔多顺眼就甲弄。真正是有够好大胆啊嘿！我看吼，咱随啊随吼，迄行车记录器啊，买一个牌型裤身的，啊，若万不利吼，若去用弄，还佫有证据通看。袂定不管安怎，这抗议的行动哦，绝对袂当停。行动哦，爱愈搞愈大，愈闹热才会用。咱即摆出发，咱就来前进总统府。嗯，忘唔掉，咱家公民哦，绝对爱不畏强权，正式向政客宣战。就是讲的，伊有车，咱会佫较大台啦，大家来拖住看卖啊，一定爱甲伊拼到底。办了真好，你莫食红，那呢，我就请你食水。
互因拎个八八八，看以后敢还阁迄个胆来甲我作对。你有看新闻无？罗桂芬带人去总统府抗议，听讲除了原本的十台游览车以外，另外还阁加真侪民间团体是自愿参加呢，场面是愈来愈大。看来大家拢真意吼，管人兜的土地是毋是去征收？真正是一丁食伤饱的啦。哎，莫当阿连笑话讲正经好无？你个代志要到遮尼歹看，后壁想要哪做？唔然到时阵连英雄集团开工都无法度开工，这段时间就白了工啊啦。因爱抗议吼，就因去抗议啦。咱就把握这个天赐良机，趁厝内无人，大家拢走去总统府佚佗。该拆的，咱就赶紧甲拆起来。安尼嘛，袂去伤到遐老百姓。大家吼，心属属性啦。阿哥，马上去联络相关人员，即时甲西雅头区向征收的土地顶面所有的建物全部拆掉。我爱因连欢迎都袂赴欢迎。是。对啦，一切拢爱较注意啊，爱顾头顾尾哈，搭台车较注意个，一切爱遵照规矩，嘿，袂当妄下嘞。对，阮这边吼，一定爱顺顺利利抗疫成功。好，好，先安尼。海神呢？袂等我遮久。袂啦，拄啊调个卡电来讲吼，所有乡民拢是主动自发，即马十台车坐个满满满。半点钟以后，对待到总统府，还阁真侪民间团体哦，嘛是自发性的。我看，等一下场面一定给我留咧。安静好啊，咱赶紧出发啦。嗯。喂，罗桂芬，什么代志？龙啊，孙建廷要趁大家去抗议的时阵，直接要拆掉地上的建物。你先讲啊，我甲小弟说过。这建廷真愈来愈离谱。这么好大胆，坚持要安尼偷偷啊来，伊竟然要跟变死作对，拢唔惊有报应的，真正我总唔敢相信。那有啥物唔敢相信的？我看即摆吼，唔是要做市长，是要做皇帝。赶紧过去看卖，看是不是还当走动。时间真正有拆掉，遐乡民要哭都无法使。我是感觉无妥当，你爱直接硬听是真有魄力，要唔过遐民众一定会反抗。你若是无法度将因的怨气压落来，到时阵就真歹做。公款咧伫我的手头啦，啊，大家哦是照规定来，啊，唔过哦规定是我写的就对了。神明在上，信徒孙建廷专工来这祈求神明保庇，保庇我伫任期一切顺利，事业会当飞黄腾达。哎呀，天要落红雨啊！哦，参照这个人啊，敢爷去拜拜，唔惊去雷公讲哦。孙建廷，你趁大家去抗议的时阵，强行征收土地，你安尼做根本就是抢人家园、夺人田产、刨人祖坟，你会有报应。你两个嘛真趣味呢。我拢是照法律咧行，一切拢有公文有章程。无守规矩是遐老百姓，啊，假使每一个老百姓话拢要听，
啊，那你国家定这法律是要创啥？新民哦，嘛保庇我，保庇我一切顺顺利利。哼，笑死人讲，啊，传到一挂糖仔饼来，就想要甲新民乌西哦，拜托的嘛较有诚意的，你唔着。 求神明讲哦，啊，若要保庇你安尼关山古迹吼，会用趁骨了，也啊上无下一啊弯的吼，是看讲替拍只金身，啊是替起一啊大金庙的，安尼神明看嘛会保庇你无？你是讲吼，神明若要提钱哦，根本就无需要伊嘛，伊迄凊彩变变就一大堆啊，人则无得稀罕。嗯。哼，那你讲心诚则灵啊。 我是哦，做新心心意，伫位地远个发展地拍平。啊，神明哪有看到哦？未计较我用什么贡品来？对啦，啊，当初是恁迄金配方，毋是共款拜到做新心的？哇，佮拜到哦，目屎流目屎滴呢。啊，结果咧，啊，神明毋是共款互我冻衰？有影是吼，关公的红面比袂过你乌心啊！ 阿妈祖娘娘的千里眼神容你哦，比袂过你目睭金金的讲白贼啦。有影是连新民都输你啦。像你这款不讲不义的乱七八糟，连新民都无想要将你的命寄，你家己哦，天当地食。喂，阿妈，你怎会创啥？甲出电话，甲放开啊！阿老婆，恁这款行为，我是会当甲恁送去看守所关几日。嘛，请恁较自爱，莫过来找我的麻烦。以后咱大家还阁合作的空间。孙建廷，较早我拢老早讲，你甲桂枝麻子会是你目睭青梅，啊，不过我今嘛还甲这句话收转来啊。 应该是桂枝爸爸最青梅，才甲你做伙。你就是迄款，嘿妈，你叫什么人啊？嘿，食要死，食要死，食食，我要闹出这个人啦！对啊。多谢你的欧露呢。哦，你唔通因为安尼，佮爱着我哦。你，王英，你都戆甲白白净，许孙建廷读一边，迄嘛是合情合理啊。罗天定，你是一个巧巧人。 死鬼应该我都一边，恁干嘛知影？倒在整修的代志，许新闻闹闹的，最后嘛是点点无声啦。我看你嘛是共款，若是要炒新闻，等话电脑冷去啊，互你带出来遐民众，你着将伊塞倒一边，等去食土，最后嘛是变成孤儿。唔通安尼啦，遮尔啊无道德。你若是真正要紧遐机灵。 你得爱叫因认清事实，哦，千万唔通安尼继续搁互因慢慢闹啦，迄无路用啦。你即马讲的是倒一句话哈？听讲我规个人强要掠过，无恁即马是拍算安那？要甲西仔头遐民众食死死着着啊？我见过恁啊，有我落几分地哩，我绝对会替因争取到底，恁免想要嚣摆啦。无唔对，嚣摆无落平个股。 恁两个人拢不为干呐，我都看到时阵两路在的时阵哦，是谁人那凶，谁人在？好啦，恁若要吵哦，继续伫遮吵啦，我已经拜完啦。我这心内哦，哇，感觉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自在。请两位小姐哦，保持风度，心平气和，省心较省缘，好心较好命，祝福两位哦，来走。 鸡鬼鸡怪，你莫伫遐食菜食到腹肚胃界啦！是讲的，假扮，想要这款妖孽哦，就算我鬼嘴哦，人伊道德，嘛讲我是妖孽，你真正是搞安那做嘛袂亲像人啦！啊，对啦！有看到无？ 迄两个哦，徐浩甲讲的母仔囝，毋是叫我去甲插着。我甲你讲，对付这款人哦，毋免甲伊冤啦。伊要嫁做是信，用信的口气哦，可靠，保证会甲伊认识。你爸开始袂歹，找我冤家，做因来啦，我袂惊因。
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佮加上我即马有市长的金刚护体，伊嘛无得甲我安怎。司令，救救我家！有啦，我知影啦。迄车修理的费用，你会付一角底，你用讲几落摆啊？哈，我知影。好，时间我会通知你啦，吼。啊，你就来遮哦，咱写一个和解书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对双方够保障啦，吼。好，好，好，就安尼好。是的啦，啊，你的车去互弄到安尼。阿娟，咱两个敢有需要讲什么实的啦？坦白讲，我认为哦，咱拄到毋是普通的车祸。我认为对方根本就是挑工来弄咱的车。啊，那伊的目的，伊就是要阻止咱群众犯错。你讲对方是挑工的，是安怎？你甲看，咱是自行车呢，伊是转弯车呢。我明明感觉已经看到我，啊，伊啥看到我，伊搁加速来甲咱弄，这就毋是普通的车祸啊！就算讲伊是真正无小事甲我弄着，一般若出车祸，路车三种反应：头种反应，知影个计唔对，赶紧来核实嘞；第二种反应，大家讲个清楚来理论嘛；第三种反应，天罗魔，强要甲人拍死人安尼即种。结果嘞，伊三种拢唔是。伊落来了后，既然足平静个颠倒微微啊笑甲我讲，所有。修理的费用，伊会付一角底。世间敢有种车祸？只有我讲，伊是挑工的，伊就是要阻止咱的行动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小兵其实已经知影我咧跟踪伊啊，伊会这么谨慎，就愈证明我的怀疑。伊这种做法，甲郭佳佳就行了，我愈来愈能证明伊的行为。当初你就甲杜乐峰斗三帮来对付郭佳佳，所以郭佳佳只要无死，一定会找你报仇啦，对不？啊，那郭佳佳这小查某真恐怖滴个呢，我是感觉吼，对即摆开始，你莫阁管这代志，我来调查，我出面来对付伊。万全，无论如何，我无可能让你出代志，安尼听。歹势，我不要紧啊，你免讲歹势啊，咱本来就是普通朋友啊。你哪安尼讲嘞？其实你心内真清楚，咱两个人这世人，永远无可能是普通朋友。阮到要到啊，你送到遮就好啊。我，那就。你花淡薄时间好不好？我真正有话要甲你讲。我认为讲，咱若心内有话，就爱讲出来。啊，若无，若是甲话永远藏在心肝内，大家后摆互相见着面，颠倒眼样，敢毋是？我知影，当初是因为杜瑞峰伤害你。你感觉足受伤的情形之下，你才会接受我。啊，迄阵的我家庭产生足大的风波体，我嘛无甲你讲清楚，我已经有太太。啊，所以直到你甲我讲，希望我将迄暝的代志放袂记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我已经彻底伤害着你。这一切拢是我的唔对，曼娟。你敢不敢接受我甲你回信嘞？
既然你知影我无想要做第三者，你就莫阁提起迄件代志，好无？我即摆真正无法度接受另外一段感情，请你莫逼我。我真正无要逼你意思。你甲看，我已经食到这个岁数了，坦白讲，我根本无需要顾虑社会对我的看法，我嘛无需要讲对任何人要交代，我更加无需要讲家己来欺骗我家己。坦白讲，万全，你即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迄是任何人拢无在了甲你比啊！请你相信我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予你任何压力。无论我安怎对待你，我安怎付出，我无需要你回报。只要你愿意，花点点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、保护你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，好不好？子生，哦，你看，你看到我笑，我蛮欢喜的呢。哦，来来，哦，喜欢啦。我先带子生回来，安尼无惊伊感冒。唔知影我的工作敢会当恢复甲过去同款呢？一定的啦，年轻就是本钱。我看哦，你的工作最紧就好啊。孙建廷不爱我，我就马上拄到亚洲集团的少爷叶俊英。你也是，我看你一定是顶世人欠我受济，所以这世人你的拢变我的。恁妈变阮妈，恁翁变阮翁，就连你男朋友嘛变我的男朋友。是讲阿丽，你哪运气这么好啊？才好新科室长拍开，马上就有一个小开挖过来，用气力咸鱼翻身，真正是打不死的蟑螂。李小爱，什么是打不死的蟑螂？你不要讲，就莫讲话。我是浴火凤凰。遇到困难哦，嘛会当绝处重生，这就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什么浴火凤凰啊？我看你哦，较是浴火小强。什么浴火小强？你真正是浴火小强，你真是小强，有没用啊啦？哎，我去看看。君，你来啊，来边请。阿丽。我来接你去记者会，你准备好未？我还未准备好呢。嗯？我看你已经打扮好势啊，是倒未准备好？遮还未准备好。俊英，我之前真正做足侪唔对的代志，啊，今仔日记者会，我若是跟你去。一定会去拄到真侪教我冤仇的人，到时伊一定给我歹看，给你歹做人。所以，我想，我也是莫甲你做伙去好啊。阿丽，你莫安尼想啦，任何人哦，拢有做唔到代志的时阵啊。最重要是，你已经悔改了，而且你嘛受到真多真痛苦的折磨。搁再讲，有真多代志，你嘛是受害者，拢怪你一个人安尼是无公平。啊，不过你妈妈这么讨厌我，伊若是看到我甲你做伙，一定就无欢喜的。我放心啦，你莫想遐多，再交我处理就好啊。你紧换衫。好了。
无，我先去外衫，你去外口等我。好啦，我先去楼下等你，你动作较紧哦。 真正是最加愈做加，你哪会当安尼画口就靠，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！啊，擦目屎的时阵，手抹一滴茶，就会当让你的目屎哦，擦到流袂离啊！这个叶俊英真正是少讲少单纯的，要骗伊哦。 用我一支枕头啊，就够啊！今仔日的记者会，我会予你雅欣，要哭拢哭不出。微博小兵，微博小兵，雅欣，子欣，今仔日的记者会哦。 我相信雅欣一定足期待，因为俊英回来啊，而且搁要重新主导这个 case， 即马恁个人做伙合作啊，我相信若继续安尼落去，俊英真紧就会予记得啊。是啦，你看雅欣今日搁特别打扮，特别水呢。今日的重点是杨顺村的初步规划发表会，咱也是。 甲重点放伫公司，其他代志以后再阁讲啊。微博，我先去甲任芳阿姨拍声招呼下，较等下讲。好啊。任芳阿姨，阿姐。阿姨，阿姐，这是雅欣，我替你介绍一个啦。这是陈董甲王董，伊都是跟着伊的先代啊。有任何的问题哦，咱会当向伊指导啊。林董。 谢谢。等等诶，恁诶建案我拢有参考过啊，真正就有前瞻性诶。假使阮诶建案若是会当互恁有一寡意见互我，我相信哦，阮诶设计一定搁较完美哦。你收客气啊，遐总裁有互阮诶设计图看，真顶真，啊目睭有特色，感觉是女性诶想法。等等诶。 你真正做内行的呢，这设计图雅欣的贡献真大，伊完全哦，甲伊的想法，啊，佮有细节，拢表达伫这设计图内底哦。内行就是内行的啦，所以只是雅欣啊，你也甲业界的歌手哦，好啊学，安尼绝对会进步了真紧。嗯，啊，歹势，迄记者会时间差不多啊，啊，我们大家差不多。 是亚洲集团的代表叶俊英，啊，徛伫我身旁边的这位是黄英丽，也是我的女朋友。叶俊英，你敢知影你今摆咧讲啥？啊，敢讲你唔知影？ 黄英丽是甚物款的人？我知影，伊进前是一个前某，啊，甲孙建庭嘛一段婚姻，啊，不过迄拢已经过去啊。即马伫我眼中，伊是一个对我真好，嘛受过真侪伤害，而且佫差一点为着我失去性命。俊英，你是因为失去弟弟，所以才袂记你过去黄英丽发生的代志。
你即摆知影只是一部分，其他的我就莫讲。啊，不过你会当回去问你妈妈，我相信伊绝对袂赞成黄永平做你的女朋友。黄龙已经大人大正啊，我相信要选上做我女朋友，应该是无需要我妈的同意。君，坐上去啊，我也是想来道话。我继续待伫遮，会予大家讲到真歹听。我毋知影我是毋是有迄个勇气去听遐话。阿丽，你毋免想遐多，有我伫个，我绝对袂阁有任何人来伤害你。王英玲，即摆到底是演倒一出？我唔知影你到底是和巨婴讲啥，何以这尔维护你？雅欣，我知影你甲阿丽之前有足侪恩怨的，不过我敢唔当拜托你，莫安尼对待阿丽啊！伊嘛是受过真侪伤害，我知影你足善良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原谅阿丽，阁会是该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俊逸，虽然你失去记忆啊，不过你嘛袂当安尼啊。你毋知之前雅欣为着要找你，伊付出偌济心诶。你失踪之前，你两个感情有偌好，敢讲你连一点仔拢想袂起来？好啊，伟伯。莫阁讲我甲俊逸以前诶代志，伊已经过去啊。俊逸。你将我放袂记，所以我无话通讲。啊，不过你敢真正要让黄姨垫在你的身躯边？伊是一个做代志用尽心机、不知手段的人，伊在你的身躯边绝对是有目的的。雅欣，你敢会当莫安尼批评阿丽？恁所有人对阿丽的过去有啥物看法？我无想要管，也管袂着。我敢也知影。在我失去记忆这段时间，阿丽真正足照顾我，嘛甲我斗相共真多，甚至搁差一点为着我失去性命，所以我对伊有责任。在我的眼中，阿丽已经改过自新啦，任何人拢应该有重新做人机会，敢毋是？既然你拢安尼讲啊。尊重你的选择，以后我袂阁讲啥。是的。雅欣，黄英玲不知影拍算要做啥，啊，不过伊会当这么紧把叶君的心抓牢的，嘛算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雅欣，雅欣，俊逸是因为失去记忆，袂记你过去的代志，所以才会让黄英玲袂记啊。是啦，我想你阁有俊逸一点仔时间啦。我相信真紧就会恢复记忆，就会了解黄英丽到底是甚么款的人。阿姨、阿姐，你们搁靠近我，我对俊逸已经切心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会退出养生村计划。我是姐，也是，你这是何必靠？阿姨。当初我的家己，就是为着要替俊英完成伊的梦想。即摆伊转来啊，就予伊家己去执行。我阁继续留落来，无啥物意义。也是，我知影你是因为俊英听到阿玲，只是伤心才会做出这款的决定。
啊，不过你安尼做，顶多是伤风应力，而且你过去的努力，我都未了解啊。你听阿姨的话啦，别将你简单的放弃。做决定啊！我会尊重伊的意思，我无啥物好留恋的。啊，若是黄英丽，实在要创啥，那跟我无关系。你雄雄阁要辞职，我是无可能答应的。也是，你即马伫咧生气，你别遮尔凊彩就做决定好无？底下天成建设，毋是只有养生春节 case。阁有真侪工课，你会当做，你阁再考虑看卖，好无？好，我会阁考虑看卖。阿姨，阿姐，我先来走。我感觉雅欣的个性。甲你真相像，外表较温柔，较会体谅，啊，不过其实心内啊是真坚强。我相信，伊真紧豆豆啊就会好起来。也是，是一个真可爱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命运创治人，伊的感情一定都袂顺。我真正足希望会当甲伊斗相共。经过阮的检查，你只是皮肉伤尔，并无去伤到筋骨，包好你就会使回去啊。多谢医生。来。哦，啊无代无志哦，叫你讲卡着啦，真正有够衰。卡着无死，搁有在条徛伫只讲话，应该算袂歹啦。你讲的有毛道理啊！阿哥，送我回去休息。是的，即摆外口记者足侪，要回去恐惊有淡薄困难。叫我记者，等你把紧出去。我想要个吃鬼怪。啊！张强哦，什么大牌？门都没有，连窗也不给爬。嗯，各位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咱的市长孙建廷即马人就伫遮，已经准备一地下室逃走出去啊、哦！非请大家赶紧检查恁的窗门。排水管是不是有空，会当让伊弄出去？啊，那无咱个市长真有可能会为老鼠洞，还是蟑螂孔爬出去啊？来来，就快就快，这样天大的变市长就伫头前，来各位请看请看，就伫遮，遮我，哎，各位。市长，你有安怎无？敢有伤到真严重？市长，你强拆西仔头，真像土地面顶的建物，你连别人的做梦拢恶啊，是毋是受到报应啊？市长，你敢要说明一下，你敢是有程序上的瑕疵？各位记者，孙市长伤了非常的严重，不过伊为着关心市情，伊坚持要出院，所以伊暂时无得接受任何的采访，也够交流，请大家可以回去好好休养。哎，各位记者朋友，这位就是英雄集团的罗总裁，征收的土地就是要摕去开发，要去起大楼的，所以有啥问题问伊，伊就共款。罗文凯先生，罗大总裁，啊这边哦，你用这么低的价钱标到那片土地，你应该真欢喜啦吼。敢有啥物感谢的话要对市长讲啊？啊是讲市长哦，对你嘛真正有情有义呢。让你安尼变更地目，速度这么紧，
一定甲你争斗三工啦吼。哎、欸，啊恁两个安尼敢是选举期间的仇佣关系啊？哎、欸、是啊是啊，刚有，你在讲什么？这我就无啥清楚呢，我一切拢是照规定在行，我是投资者，应该爱付的钱我拢有付，所以相关法令的部分，我的国文团毛研究过，是绝对无问题。所以请大家针对法令的部分，大家来讨论。我讲这两位大师兄、二师兄，莫搁嗲假死啊！什么法令啊？啊，法令敢讲拢是恁写？哦，无怪啊，安尼当然嘛会合法。是讲哦，这法令敢若有加一条叫做天条，啊，就是因果报应啊。孙市长哦，安尼征收人的土地哦，要甲人在地地基主啊、土地公婆啊、人的公妈哦，拢气噗噗啊，准走去甲玉皇上地斗，所以哦，孙市长才会去互雷公讲啦。各位啊，莫听人讲哦，这款无科学依据的讲法啦，啊，去互雷公讲着哦，这是将真普通的意外事件啦。啊，照迄罗桂芬的讲法哦。哎，对个，叫你讲撞到受伤的人吼，是足无聊。哎呦，阿弥陀佛的哦，歹势歹势，我唔是超故意哦，撞伤别人的啦。哎，我真正无迄个意思啦。哎，是讲哦，有一个人，你讲是会讲唔对啦。也唔过哦，啊，那是孙市长哦，哦，这声都讲甲准准准啊啦。因为吼，雷公早就设定你是目标啊啦。啊，以后你出门吼，爱扎避雷针哦。啊，那无吼，随时予雷公会锁定你啊。啊，各位，我所做的一切哦，都是基于长远的规划。我相信大家哦，应该袂去一个无知的地方代表安尼行。要做大事业哦，本来就是爱有叫社会大众批评的心理准备。我愿意接受一切批评。孙建庭，你的面皮真正愈来愈厚呢，这款话你嘛讲会出嘴哦？孙市长，你讲你是基于长远规划，啊，那你这短期的都还袂协调好势，是变阿讲是规划啦？搁再讲，这变更的法令这么啊粗糙，敢会当请市长你解释一下？是安怎啊？恁征收别块土地的时阵哦，常常是安尼无几啊年都无一定不会过关的，啊，就偏偏甲西雅头这土地，会用安尼光速进行，火速通过。我所做一切哦，拢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啦。我会当接受哦，大家对我的质疑，还佫有考验，只要是对的代志哦，就拢来做落去，因为这是做人的基本良心。哎，我真正听袂落啊！无即马是安怎？拍太极拍到这尔敖哦？哎，啊你即马是答非所问、胡言乱语啊？哼，伊即马拢安尼啊？你问一下，伊就讲绝对公平与道德。是讲哦，我真正询问嘞，我卡上那一直叫伊建庭王子，建庭王子，我应该叫伊哦，建庭丸子，伊才变一只古溜个高拐丸子。哎，感谢各位记者小牛姐吼，今麦市长的身体真正足虚的吼，恁刚接受访问，好，多谢恁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多谢，哎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多谢。好啦，各位记者朋友，歹势呢，唔免搁约啊，搁约啊，有哪无结果啦？这阵人哦，真正是一点仔采访的价值拢无，干那会晓胡言乱语，一句真话拢未讲。我是才孙建庭才久呢，真正唔知影有这做官的天分呢。访问几百波啦，讲的完全拢是废话。官人两个口啦，啊，若袂晓讲是要哪做？但伊才上任无几工尔，都无甲安尼啊，啊，以后是要安怎？这罗桂芬哦，
竟然敢走来这等我了，对春晚要我歹看。阿哥，你替我去查一下，看城郊这两天哦有啥物行程甲活动。我这个人哦，就是有仇报仇，我绝对袂当让伊这么好食。是。失踪数月的亚洲集团叶家大房长子叶俊英，终于在日前寻获。今天更召开记者会，正式宣布家接管亚洲集团今年度最重要的度假养生村开发案。养生村的概念本来就是由叶俊英本人提出，受到众人一致看好与肯定，未来发展将不可限量。讲好，叶俊英一回来，阿公马上就给伊主持养生村开发案。我对着边啊，讲来讲去，这叶茂生根本就偏心。你根本就无把我当作是家己人。你今日找我出来，就是来跟你斗嘴的哦。是的啦，我敢若顾家己，连百万都无顾得着你。明姐，我知你心情不好。遐个人会安尼打压你，对你把空吃，是因为你是一个有真有能力的人。我相信，因真紧就会改变对你的看法。你敢真正安尼想？当然啊。好啦，你莫想遐尼济啊。今仔日我着好好陪你饮者，你暂时把遐个无欢喜的代志拢放袂记。啉无够啦，咱继续啉，好无？继续啉。你啉伤济啊啦，袂用搁啉啊。不用，恁真正足水个，而且嘛真温柔啊。志勋家里哦，根本就袂比个。你啉酒醉啊啦，我摕面巾来替你擦一下，哈。你真正足水，你安尼害我足紧张的呢。明姐，今仔这日子对咱来讲足特别。咱应该啉一杯酒来庆祝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啉啊。袂用的啦，这杯酒你一定爱啉。好啦，我啉，啉。明姐，明姐。想要再灌你一杯，让你醉到昏昏死，看起来是无需要啊。所以，我应该把咱两个做伙的代志报予恁母知啊。
张明杰即马已经叫我诱拐去我的眠床啊，伊即马已经醉到唔知人啊，我确定已经上吊啊。嗯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我就来想要洗身躯，啊，不过我的尿啊都逃不开，嘿，干嘛搞倒沙缸？台湾逃不好吧？你脸就是今天就够资源了，来，我带你套。卡等再找机会给伊灌醉，等到明仔，伊就会了算讲，阮两个已经发生关系啊。可是，喂，喂，张明杰，立夏。哦，妈，无啦。我伫外面啊，甲客户伫应酬啦。好，我等你回去。好，拜拜。阿婶，我有代志，你来走。哎，你人遐尼济，而且酒嘛还袂退，你是要怎回去啊？哦，无要紧啦，我一个人只回去就好啦。阿妈叫我回去啊，我一定会回去啊。看哦，本来就已经要成功啊，竟然搁让伊走去。张明杰即马已经叫我诱拐去我的眠床了，伊即马已经醉到唔知人啊，我确定已经上吊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到底是谁继续会来诱拐我？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景静，伟博，万娟，来，小姐，小姐。啊，你特别走来找我。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来附近找朋友啦，想讲客家关心一下。啊，你新的饭店订房系统上线以后，告诉你。真顺利啦！新的系统上线了吼，住房率提高真多，业绩嘛比预期搁较好。多谢你斗三工。别安尼讲啦，看你有成绩，我嘛得替你欢喜的。嗯。是讲有一件代志，我唔知通甲你讲无？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，无要紧。顶届瑞丰不要去病院看医生的时阵，有拄到小兵啊。啊，小兵的态度真奇怪，对我讲真侪无礼貌的话，所以我想要甲你问看卖，你敢知影小兵最近敢有拄到什么代志？小兵之前发生车祸了，确实是甲较早无啥共款，对人嘛变啊较有防备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任何人拢共款啊，发生遐严重的意外。一定加减拢会有改变。安全，假使讲小兵若有啥物得失你的所在，那安尼我代替甲你回去咧。别安尼讲啦，我能理解。你敢知影小兵伊是抹啥物牌子的芳水啊？小兵，伊从来拢毋捌咧抹芳水啊。敢安尼？也毋过我有伫伊身躯顶闻到芳水味呢。发生车祸以后，就算讲伊的心态改变，也毋过生活习惯应该袂改变才对啊。因为我迄天甲朋友去食烧烤，所以想要用芳水去探迄个味，有啥物好奇怪？小兵，你来了拄我好啊！我甲曼娟拄我好讲着你，啊伊吼嘛真烦恼你的身体状况。
我真好，多谢你。啊，你的病有较好无？微博，因咱要甲客户食饭，我有载一寡客户的资料，想要甲你讨论一下，你即摆有闲无？好。啊，那恁上无闲，我要来走啊。算计。看起来曼娟已经在怀疑我，我会较细理解伊。曼娟，歹势歹势歹势，煞互你等我啊！袂啦，我才拄到尔。哦。你讲你有派人去查我附近调查，啊，你的人有看到郭明阳甲范小兵在附近出入，敢真实？虽然讲因两个人无同齐出现。啊，不过伊的行动范围来讲哦，我敢讲，这百分之百是有牵连的。曼娟，你莫胡乱行动哦。啊，若无安尼拍细件，这件代志我叫人调查较详细。好，安尼曼叔拜托啊。哎，安尼好了，我先点菜，哪吃哪讲好啊。好。就等下你到三江啊。好。哎，是曼娟呢。小兵，那你来拍一下酒好。啊，我跟你讲，那普洱茶要赶紧来哦。是。哦。哎，等。种植哦，这是黄豆芽还是绿豆芽？那不是呢，这是蚕豆芽，是阮本餐厅上新研发的小菜。曼娟。遗传斗争，这物件你袂食，你废掉。你跟我讲过啊，子珍又遗传到你遗传斗争啊，假使有出大事啊，走，我送你病，走。不要紧啦，我只是代应者，假使无影响啦。曼娟。原来你是蚕豆症的代言者，啊！你拄只安尼，敢真正无要紧？不要紧啊，我是无什么症状迄种的，所以我较早就无注意到。啊，不过你有蚕豆症的基因呢，食物件是爱较细腻的，啊，若无嘛是有问题啊。搁再讲，你还佫有囡仔要照顾，卖用你的身体讲算笑呢。好啦，多谢你的关心，还是安尼，我来洗手间。啊。唔知影曼娟是毋是人无爽快，我去看麦下。麻烦你。家仔，曼娟蚕豆症哦，是无症状即种，啊若无，真正出大代志。放心啦，我相信曼娟应该是无代志才对。曼娟，我讲我无代志啊，你免阁再来。我是要请教一下，有蚕豆症的人，卡所食到有关蚕豆的食品，会有什么症状？引起溶血症状，发生黄疸，身体虚弱，脸色发黄，还会查色尿，爱赶紧送北医紧急输血。我是因为阮后生有这个镜头，我才开始注意到的。你安尼一直问，是你冒险出身？你较早敢真正唔知你有这种基因？无唔对，蚕豆症的基因是伫 X 染色体顶管。如显性上有两个 X 染色体，一个若有问题，另外一个弥补。而且这症状无啥会出现，所以我嘛无注意到。请问你有啥物问题？原来是安尼啊，因为我感觉足奇怪啊，瑞丰无这款的基因，卡苏里有，
确实有一半的机会会遗传给你的后生。啊，不过你敢真正有这款基因？打电话问你阿姨许美兰就知影。假使许美兰那边嘛讲无，你也别插话，真紧就让人贴破啊！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伊那爸爸是啥？我家己想清楚。而且这件代志嘛，甲你无关系啊！我拜托你，莫甲你叫遐话好无？讲无三句话就露馅，我看你是做啥心虚，所以才会唔敢面对我的问题。我即马就打电话给瑞峰，甲伊讲这件代志。是假啊！我顶届嘛看到小兵伫个车顶咧拆伊个头嘛，而且伊个芳水味甲顾佳佳足像个，即马就是证明我怀疑个机会啊！等下，顾佳佳。你承认啊？你就是顾佳佳。我是听到你叫郭佳佳，我回头看麦啊，你是在叫啥啊？而且才刚刚你跟我聊了，我回头有啥物好奇怪？麦哥哥啊，郭佳佳，想袂到你竟然无死，你是安怎要去做范小兵？范小兵人嘞？你这届转来，是毋是为着要报复瑞峰的？电话你卡，你即摆就卡给瑞峰。我拄好甲瑞峰讲，你就是郭佳佳。安怎？心虚啊，是不是？唔敢卡？我听无你讲啥。我看你是无食药啊，头脑无清楚。等你。佳佳，我之前就看到你在用你的假头髪，还佮有你身躯的芳水，拢是我熟悉的。因为我讨厌郭佳佳，所以身躯的芳水我特别熟。你嘛足好胆的吼，即摆你佮敢用你较早惯性用的芳水，你敢叫是讲瑞峰真正认袂出来？既然你已知影，我嘛无甚物好隐瞒的。即摆你嘛有我的秘密。大家拢莫讲出去。歹势，我无啥物秘密，有秘密的人是你。我即摆就来甲魏博讲，讲你就是郭佳佳，听我的秘密无？什么事？你讲走，放手！我袂给你机会伤害瑞峰，放手！我知啊，你好心肝，你不是丢人吗？你家己袂好，你有残暴症。啊，不过只要我带你的后生去验 DNA， 你的白菜话真紧就会红掉。我告诉你。你不要那面对杜瑞峰，只要你别讲出我的身份，我就别讲出你后生的身份。大家互相做暗号，啊，若无，咱就来看哪样是上流贼。我有才调，会地甲爬出来，就是讲我会惊你。好，我原先卖跳破你的新闻，要不过你若我知影讲，你想要伤害瑞峰，我绝对会跟你拼。卖阁假啊！假使你家己话爱杜瑞峰，阁惊我伤害伊哦？是你家己硬要讲你的囡仔是杜瑞峰的，阁惊伊知影？啊，不过我即马无想要跟你计较，因为我想要得到的是亚洲集团。即马对我来讲，钱还佫有权点，比杜瑞峰佫较重要。安尼好啦，只要你愿意帮助我摕到亚洲集团，我就帮助你得到杜瑞峰。你佮干啥？
卡叔今嘛无甲郭佳佳讨下，伊一定会帮我耍。今嘛干那样暂时甲伊敷衍，答应伊，再想办法脱身。安全，你敢不在内面？你有要紧无？哦，我无代志啦，我甲小兵咧开讲，开讲未过时间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好啦，我伫外口等你吼。沈曼娟，顶摆廖总讲我唔知影，你干那是咧应付？有机会，你还是会给我贴无？今嘛，我只是暂时给你打掉的，你放心。等我把亚洲集团提落来，我一定会和你跟杜月峰做伙，替恁办婚礼，搁会请阎龙王替恁证婚，替恁办一场冥婚典礼。一顶山地怨叹，风伊无带雨来，拍打的心对一段孤单的手，幸福等无人。敢讲好天好日在叫我。Thank you.